哦，还有，哎，你早餐想吃什么？三明治、沙拉，不然饭团好了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我昨天有吃到一个很好吃新出的面包，哎。我不想要。是哦。好啦好啦，那我买什么就吃什么。拜拜。欢迎光临。今天礼拜三，他会买生菜沙拉、饭团、绿茶。团里30元，谢谢，欢迎下次光临。那个女生住在附近，她男朋友上班搭的公车每天早上8:20左右会经过旁边的公车站，她每天早上都会来这里买早餐，等车来的时候拿给她。她每天送早餐给别人，自己却从来不吃早餐。在这里工作很快的，你会记住每个客人的喜好。他习惯抽某种烟，给你。他习惯喝某一种饮料，送你100，谢谢。好，那请杰哥跟叔叔拜拜吧。他习惯买某一家的报纸，他从来不看报，但习惯每个礼拜三来买八卦周刊。这种有特价，2块15的。你看，还有吗？玉米。他下午常常会走进来，点一杯中杯热拿铁，不加糖，然后坐在窗户前的位置，发呆发很久。她常常跟男友半夜约在这里吃关东煮，她会把今天发生的大小事说给他听。不好吃。真的？是谁呀？是我老板。虽然从来没有面对面交谈，但是因为听他说过太多话了，我觉得自己好像很了解他。对。我知道他爱喝的咖啡，我知道他爱用哪个牌子的护唇膏，我也知道他一定很喜欢那个男生，因为他每次跟他讲话的表情都好开心。真的吗？谢光临，需要找什么吗？你看这上面有我哎！你活
画不化妆还差蛮多的嘛。是这个啦，这是我画的。你画的？很可爱吧？好厉害哦！我一直希望可以当个插画家，要是以后可以出绘本就好了。昨天不是才买一条，不知道跑去哪了。二学员找你，谢谢。谢光临，到了吗？哎，我记得他上礼拜也买一条护唇膏哎。他记性一定很烂。不是吧？我看他那么爱讲话，嘴唇一定很干，所以护唇膏还用那么多啊。那个女生虽然一直在讲话，但其实我不觉得她爱讲话。我觉得她只是想让电话那一头的人常常听见自己的声音。还在家？那你什么时候来？为什么不来了？我已经等很久了。好啦，那你加油。嗯，拜拜。我到家了哦。画画，你又不来。哦，那你加油。那你肚子饿怎么办啊？饿死你好了啦。你偷抽烟哦？什么没有？你不是说要戒烟了？你在做什么我都知道了。为什么？那是因为我想听到你的声音。
迎光临。那个晚上我们聊了很多事，聊各自的梦想，聊一个人在台北的生活。这是第一次他看着我说了这么多话。如果有人问我想做出怎么样的音乐，那我会这样说，我希望我可以写出一种歌，譬如有一天在半夜的便利商店，有个女生走进来，她刚刚失恋了，心情很差，然后她从店里的广播节目听到一首歌，那首歌刚好说中她的心情，让她觉得自己不是寂寞的一个人，有人听见她心底的声音。我想写的就是这样的歌。